装的哦，装十个就好，装十个。你到我超能管。啊，几分差那个心理感觉有差。怎么还封路大师？可是我等一下再来吗？我先去里面逛一圈，让我高兴一下。你刚刚不是去逛了？我去隔壁的搜狗。这边还没逛。这边还没逛，我待会再来。那我先帮你装起来。好啊。习惯。好啊。好，待会你要不要我们家的橄榄油啊？哇，太多了。对，不用。他因为这个他都吃很多。是，那要不要带这个？是老板，但这个比较容易坏，对啊，所以比较小罐。他宁愿他娘买更多钱，可是他要品质高。不是啊，你这挖，你这样挖一点就发霉。哦，他会发霉，对对，所以没关系。我都放冷冻，也是会发霉。哎，大哥，你不能生气哦。我一开始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是夫妻哎，要求没有没有，等一下，一定有人这样讲，没有，从来没有。有啊，肯定有啊。真的吗？太委屈了，小我18岁。啊，你不是那保养的啦？粉涂厚一点就好。你来，阿姨给你看啊，叫弄冷坑。好，弄冷坑。啊，这样那个坑啊，你多多。好，我思考一下，搞不好待会就说好，把它铺满。Okay. 等一下，谢谢。